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角度是135度了，啊，他要你给他呢三等份。好，那135度哈，刚好是45度的三倍。好，135度你给他除以啥？除以三嘛。哦，3×4=12，3×5=15，也就135度哈，等于呢45度的三倍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现在哈就给他做什么呢？做中垂线。哦，我们那个，不是中垂线，做垂线，就是一个线段，我通过某一点给它做垂线，我们会做嘛。那你给它做垂线以后，这个叫做，这个就是45度了。然后你再用那个做角平均线的方法，再把它呢两等份，那这个是45度，那这也是45度。那这样呢，就把135度哈给它三等份了。